就在那，小雨，嗨，回看头到回边头界了，回看到边头，界挖了，出来了，你好，挖了走，吗？走，没，前面没路了，前面没路了，好，没左路上啊，左所以上要上左线上左吗？上左上，哎，小雨这边，这边，好，走，门，你有东西都回收了，走了，我的，哦，你那边边界要来喽，好啊，我下面有看到了，不是啊，这应该是调过的吧？应该是把黄金等改成我挖钻掉石了。之类的。真的吗？我这边有30个铁可以烧，可以靠近一点再，就这棵树好了。他们有在等一地下，表吗？他们好像没没看有，到，没看好像没到。有。好，哎，那就直接走到中心喽。哦，走到中心烧烧一铁，小兔子，小兔子走很开。可爱。哎，是我怕吓到他们。你说你的账。就是我怕他们看到石像鬼突然动起来。那没错，你的长相吓到他们。哎呦，烧烧铁，至少大家有个铁剑。他们的血其实已经好我要惨铁剑了。了，不用帮我哎，对做。啊，为什么？我有10。应该是件怪物吧，怪物很多。应该是斑点的斑点兔兔。我有6颗钻石。6颗钻石，看到我做这个，你怎么有一个惨餐？我为了救你们，直接往下开挖呢。可以做3只，好，3只钻石，三只惨餐啊，来啊，3只钻石，不，我可以做6只惨餐。还不打、啊、你？你们是要丢雪球是不是？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我全套装备。等一下，如果我被打得快死。退，然后把装备换一个人穿，交接仪式，对，脱衣大法，嗯。来，我放箱子里面自取哈。哎呀哎呀，行啊行啊，来，我也放。那、啊、这个洞我们要直接下去吗？也可以，对吧？那个箱子里有点危险，还可以有一套哦，24个。好，我做。看繁星还是小野穿个，我们满血的都用流毒。我觉得难得穿的这个裤子都感觉不怪像穿怪高腰好多、哦。对，我是想要下这边的地洞。你在哪里？你是唯一有颜色，我却找不到你。对啊，你在哪里啊？我看到，看到，这里，我们长得好像枯工、哦。这里，汪！队友是枯工。哦，没有，比较像流毒，他穿的跟我们一样，还穿装备，灰灰的。嗯，你们在哪一个工友啊？跟我们一样。来，哎呦，这边有水流啦、哎，我就直接下去了。我总觉得这个比怕怕的吃人的地板还恐怖。啊、不怕不怕，哇！下面没什么特别的，有怪物声，反正很旁边还有一个，有铁又有铁了，有铁。上面熔炉有收一些吗？有，都收起来了，都收了，收光了，可以再烧啦。你们都有铁剑了吗？我们有钻剑，有没有钻剑？哎、欸，有洞窟，有看到洞了。可是我没有吼吧？铁！哎、欸，是峡谷、欸。峡谷哦，峡谷前面还亮亮的、欸。哦，这里有怪！哎呦，好高哦！小心哦，快快来哦！哎、嗯，干掉干掉！我看到峡谷前面亮亮的，可能是他们在那找到的吧。好、嗯、啦，没事没事。那个烧熔炉放出来烧铁，好。中心点如果是00的话，在峡谷的正上方，所以可能要先铺一点点路。哎，这峡谷好多 creeper 啊！敲多快，眼不见为净。假装看不到。嗯。喂。OK 吗？行。OK。你现在在峡谷这，边界7分钟才会说完，还好。嗯，在侧边，
这边会不会说要小心哦、喔噔噔噔噔噔噔，有什么上不去？你有那么胖吗？牛啊！挡住了是不是？对啊，卡住。尴尬。哦呦！嗯。哦，好刺激！要炸就炸了，烦死了！给人炸，给人炸！嘣 ！OK， 哦，有钻呢，有钻呢。哦，有赚的，有赚的，这高度有赚，好赚啊！赚的特别的嘛，赚的赚的。我感觉他就是把黄金改成那个钻石，钻石黄金改钻石，用三颗。可是我刚刚在地表五十级就有赚了哎、欸，对面也有一颗也有赚，好多、哦，是吗？穿装备有一次好像没有穿的感觉，可以换装备了。哎、欸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先大幅度的探索。哎、欸，好像有看到 ID 蓝色的在左前。哎、欸，我，哇，你行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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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死定了！哇，你下面好恐怖哦！哇！哦，他活下来了。Creeper 帮我，Creeper 帮我。撤回来，撤回来。我回不去了，我回不去了。我在努力帮你，你再举一下盾。我这边安全，我这边安全了。哎、欸，你不要！没，我看到鹅卵石，不用怕。有，我这边有更多钻石了。其实我。牺牲一点血量，就是为了拿这个钻石。蜘蛛跑过来了，嗯，刚刚没有吸这样的牺牲是不会找到这个钻石。没有吸，没有这样的牺牲。小玉，你挖，我帮你看。哎、欸，那边蜘蛛。哎、欸欸欸，你们小心哦、喔。我听到了。你别，我这边有十颗钻，十颗啦。然后那边外面还有，等一下，别推。欸欸欸欸欸那边有钻。有小雨在挖，小雨在挖。哦，在头上。好、哎、呦，有怪有怪哦！干嘛？我们这边被怪物围着。哎、欸，小雨后面，小雨后面！哦，我要举盾了。好，行。有点小危险，有点小危险啊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。又有两颗钻石。我这边有十颗钻石。四颗。那我。四颗钻。一颗。好多僵尸，那个没装的也可以赶快弄一下。上面的熔炉我要先拿吗？还是说其实不用了？嗯，我去拿，我去拿。哦哦哦哦！我拿了，小雨。小雨，小雨你干什么？你摔到了吗？没有，他被摔到。我被酷酷卡，这一次我刚以为是队友，然后我真的吓到我了。对面也有钻石，对面也有钻石。以为是队友啊，白痴哦！不是，真的吓到了，我的滑鼠掉出去了、啊。丢出滑鼠！我笑死了。哎、欸，我好久没有被酷狗吓这么大一跳了，好恐怖哦！那边界来了，我看到了。哦，对，但那边又有一个钻石，我想对啊，看看要不要过去？我先撤回来哦，你们注意安全了。哎、欸，他们来了，他们。有了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他们来了。没有。繁星，你没装，你没装，你先后退一下。对，你先后退，他吓到了、啊，他以为我是哭工。好，那我们继续挖，先冷静哦。没装的繁星，你先过来，你们先过来换一下钻石，我们有钻石。他丢钻石给我哎、欸。好，那你就收着。好。哎、欸，你放心，不是我被打。喂，他升他，换，喂，有解决，没了，没了，坏人，假装丢钻石，坏人，好凶，坏人，凶巴巴，咦，我把衣服穿错。怎么回事啊？没有，因为那个他边界收缩啊，超多钻，你为什么要杀我、啊？因为你画一百色的，你不合群。哎，这个小雨因为有那个、啊、边界在压缩，怪就超多了。怪量真的很夸张，超多。刚刚我们这边遇到超多，我刚刚也是去找繁星，就不小心摔下去。我也快，我超多。我们帮被僵尸围城，还好苦力化一下。嗯，哇，好多哦，好扯，超多。对啊，边界在收缩啊，很可怕的、啊。Monster， 你看这个钻石，好多钻石哦。莫名其妙，
对啊，没有到很多，只是就是有一些，就量、嗯、其实量蛮多的哎、欸嗯，就这才蛮特别的，不晓得是跟什么换。嗯，因为这边也有黄金呢、啊，就什么都有。青金石吗？也不 可是我在 Y 轴 Y 轴五十以上也有哎、欸。蛮高的高度，对啊，高五十，应该是用那个制定生成地图这样子，嗯、他那边帮、它生成量变多吗？它可以调那个钻石在 Y 多少以下生成这样子。哎呀哎呀，没有，那其实是那个1.13的 beta 版啊，之后大家这个钻石都可以这样拿到，好不好？太廉价啦！太好了，说我融入环境的单颗石头，有人打脚球。小雨还被哭工吓到，白痴！哎，我超级吓到哎、欸，我真的是把花束丢出去、欸，太扯了吧，太紧张了吧，就害我不知道是队友。我就是一回头啊，然后说，哦，我怎么被打下来了？然后花束动作大力这样，害我不知道举盾要举哪里，找不到怪在哪里。我去上个厕所。好、哦。啊，我可以玩久一点啊。我怎么抽啊？哦，也是这样子、嗯，要玩久一点的。哼，哎呀，疫情终于正常一点了。礼物箱，这个地图没有放第四个书。第什么？第四本书。嗯。哦，这是那个小巧克制作的。就欢迎大家制作 UHC 欢乐站的地图。只要充分说明有什么样的东西，我才可以判断。嗯。比方说，你把那个草地变成蜥变线，玩怎样的类型？对，也可以。欸、对耶，我也来做一两个那种特别的地形好了，来丢给到时候我们来这边玩。可以可以。不错哎，可以耶。你要做什么、啊？好恐怖哦！一路进去之后，就发现只有哈基全身钻石装备这样子。哇，那个不行。可以可以啊，那我们就当二卷吧，王笔记本啊。直接输入。我记得之前不是有玩过一个很特殊什么解？嗯，可以。好，没有啊。我说之前不是有玩过有个还蛮也麦块那件成就可以抢你的脚。你断麦。你的麦还是很断哎、欸。什么成就 blah blah， 然后啊，我重登。然后开始霸凌他。刚刚在那边说什么还喜欢13岁以下的什么东西？哇，这个不太优啊！没错吗？没办法，只要他说的不清不楚啊。对啊。现在嘞。他自己说的不清不楚，嗯、就听成。不要跟我抢抽奖啦吼！啊？我在 Happy 手抽奖。Happy 手抽奖吧。哦。阿水现在嘞？猫头鹰头绪。猫头鹰。哎、欸，他不是都去尿尿，尿那么快哦？嗯，我回来啦。小雨啊，你我就说小雨是男生嘛，甩那么快。厕所在外面而已，就不是厕所，他就在坐在马桶上了。厕所在外面，直接射过去哦。什么东西呀、啊？我呀，我觉得不行、哦，我觉得不行，我觉得不是 OK 哦，我觉得怕怕的。是人都会怕怕的，不论男女。很唐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啊哦哦，没有，我说13岁小女孩，不是啊。哦，你们这样不行、哦，用3年换她一生的阴影。你们这样会气。什么东西？好像蛮值得的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不值得不要吗？你们7年等着你们啊，不行啊。这样不行，这样不行，就可以玩久一点啦。好，没问题的。20分钟后才会说。好，说一样，说20分钟。来，来，说话说20分钟。20分之后就永昼了。好，对啊，这样就不用怕那满满的怪物。满。啊，随机分队。分到底哪一队啊？哦，好，直接一直到黄，哎、欸，又回来了，就第一队，我们队伍是不是又一样啊？对，
今天有一样吗？有啊，一样啊。要换一下，跟第一场换一下，换一下，换一下，换个队伍。好像还是不用动，好像没有一样啊，好像没有。粤语不用动，不用动了，不用动了。嗯，变七年了，变错了。哎，那我要动哦。要动，起来动，动起来，动起来，动！我不想动，动起来，不想动，我留在这。你这样，艾丽不是艾丽的，对，艾丽，艾丽谁？艾丽谁？蒂亚啦，蒂亚，艾米莉亚，艾米莉亚。不，我是雷姆叫的。好了，我走了吧。好，拜拜。我也是雷姆叫的。